流淌，望不见家园山遥水远，心还泛起忧伤。男儿看尽天涯的目光，一腔豪情无法阻挡，热血涌动永恒的信仰，燃烧在我胸膛。
田！陆田！走，撤！姐，我们上车了！走！慢点，没事吧？李兄弟，你受苦了。徐春，我没什么事儿，你去照顾其他兄弟吧。你放心吧，其他兄弟有季梦和阿飞照顾，你就别操心了。昌鹏哥。尚鹏哥，我来给你擦点药。哦，也是，擦点药好得快，擦点药好得快。哎，来衣服给我。哎，尚鹏哥，你忍着点啊。没事儿。尚鹏哥，可能会有点疼，你要忍着点儿。雨飞，我真对不住你，没能照顾好你，也对不起陆县长。尚鹏哥，你别再说了。其实我也没有想到，我还能活着回来。卢小姐，都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，这一次也是托你的福气，相信好运以后会越来越多的。蒜头，承蒙你贵言。昌鹏哥，我们以后不要再分开了，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。我去找盆水给你洗洗脚。哎，喜春，真对不起，我没能把狗蛋照顾好，让张小驴给拐跑了。你要打要骂，尽管。别说了，要是打骂管用，我还拿枪打什么仗啊？喜春，昌鹏哥也不是有意的，你就别怪他了。要不是能让你回来见到狗蛋，他也不会去县城险些送命。是啊，这次营长也是为了狗蛋他才步入虎穴，以营长的性格他是不会这样贸然行动的。行了，别说了。我知道，我都知道，我就是生气，气那郑小驴，没想到啊，他是个当狗汉奸的料。小李子，你是活腻歪了是吗？你这样闯进县城，万一有个三长两短，你死了我可怎么办？喜春，你放心好了，
等我的伤好了，我马上把狗蛋给救出来。哎，啊，这意思是，李营长要是死了，喜春司令就不活了。哎呀，死什么死？你不说话，没人把你当哑巴。行了行了，时间不早了，都散了吧，我去打水去。哎，兄弟们，咱们先回去吧，让卢小姐在这儿照顾他。走吧。来，把这件衣服换上。啊，我自己来吧，雨飞。还是我来吧。爹，好久没有和你说过话了，女儿好想你。最近有很多烦心事，再不喝酒，我可真要憋坏了。来，你也喝点啊。郑小驴，他投靠了日本人，当了汉奸。我已经把他休了。我相信，要是爹还活着，你肯定也会让我给他休了。他还把狗蛋给抢走了。小李子为了帮我抢回狗蛋，差点连性命都搭进去。他这个人啊，就是这样，连自己的死活都不顾。爹，小李子那个小情人卢雨飞回来了。来，把这件衣服换上。我自己来吧，雨飞。哎呀，还是我来吧。啊。雨飞。嗯。对不起。哎，长鹏哥，不要自责。我现在不是活得好好的吗？长鹏哥，你知道吗？当时小鬼子把我逼到悬崖的时候，我在跳崖的那一瞬间，我最放不下的是你。我告诉自己，我千万不能死。张鹏哥，你知道我最害怕的是什么吗？就是我想和你在一起，却再也不能在一起。我们明明离得这么近，却让我感觉好遥远。傻丫头，不要胡思乱想了，一切都会过去的。我以后再也不要失去你了，长鹏哥。你还记得我们之前的约定吗？
等战争结束以后，我们去一个远离硝烟的地方，过着我们两个人的生活。好，等打完仗，化茧为犁，耕读山野，让大家都过上好日子。嗯，按理说，我看到他们两个团聚，应该高兴才对。我也不知道怎么了，看到他们两个在一块儿吧，这心里面就跟装了一块石头似的。长鹏哥，你醒了。雨飞，你一晚上都在这儿。我们分开时间太长了，我想多陪你一会儿，让你醒来睁开眼，第一眼就能见到我。你把早饭都做好了？啊，一定是喜春来过了，看到我们睡着了，不好意思打扰我们。来，慢点啊。没想到喜春大大咧咧的，对你还是很关照的。呦呦呦，这大清早的就在这喝上了。谁规定大清早不能喝酒啊？来，你也来一口。我可不喝，我可没烦心事。狗屁心事，不喝拉倒。哎，你说李昌鹏的小情人是你自作主张带回来的，现在心里不舒服了？你说什么呢？啊，这李昌鹏跟卢雨菲卿卿我我，关我屁事。我可没说是卢雨菲，你自己说的。哎，什么呢？别打了。喜春，你要是真心喜欢李昌鹏的话，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。你说什么呢？谁喜欢李昌鹏？你懂个屁呀！再说了，我那是把李昌鹏当兄弟，喜欢喜欢，你懂什么是喜欢吗？我当然知道了。行，那你说说看。喜欢一个人，就是当你见不到他的时候，你会想他；你见到他和他说话的时候呢，你心跳会加速。你还会吃不下饭、睡不着觉呢。哦，没有的事。哎，你别害臊了，你现在已经是一个人了，男未婚，女未嫁，你有自己的权利跟自由去追求幸福。哎，我说蒜头，你哪来一套歪门邪理啊？啊，你有本事搞定我们的小韩同志再说吧。啊，我……哎呀，你别岔开话题。再说了，这个李昌鹏是个国民党，这目前啊你们不太合适。这兵荒马乱的，还是先打小鬼子吧，哪有功夫想这些儿女情长呢？是啊，小鬼子还没赶出去，就不能想别的。咱先杀小鬼子再说。嗯，行了，我先帮指导员给咱们游击队招兵买马去了。我看你啊，还是好好想想吧。我走了。总想见到他，跟他在一起的时候，时间过得特别快。心里跟抹了蜜似的，吃不下，睡不着。不可能。不行不行不行，这绝对不行，这怎么可能呢？这李昌鹏跟卢雨菲才是般配的一对，我不能瞎掺和。对对对，我得打小鬼子去。
乡亲们，乡亲们，都过来！现在日本小鬼子侵占了咱们的家，杀害咱们的亲人，还掠夺咱们的粮食，咱们一定要团结起来，为咱们的亲人们报仇，把他们都赶出去。对，赶出去，赶出去，赶出去，都赶出去！在这儿啊，我跟大家说清楚，这打仗流血在所难免，咱们不能再眼睁睁地看着这帮日本小鬼子对咱们进行烧杀抢掠了。这位姑娘说的对呀，乡亲们，咱们再也不能眼睁睁看着小鬼子欺负咱们了。姑娘，打鬼子算我一个。大爷，您的心意我理解，可是您看您都这么大岁数了。姑娘，我闺女嫁到映月村不久，小鬼子就进村把她给生生的糟蹋了，我女婿一家也全被小鬼子杀光了，我要为我闺女报仇啊！我闺女也被小鬼子杀了，我报名。好，大家伙好样的！这样，咱们要报名的都到这边来登记吧。哎，大家排好队啊！报名了，谁把小鬼子杀了？咱们来。说的对，咱要想过上好日子，还是得先把小鬼子杀了。报名，报名，报名！我要报名，报名，报名！长鹏哥，你真是不听话，伤还没好，不能多走动的。哎，这点小伤算什么？再说了，多动动有利于恢复。真拿你没办法，那我扶着你，我们慢慢走。慢点，慢点。好想就这样跟你一直走下去，慢慢变老。雨飞，我。李营长，你的伤没事了吧？没事没事没事了，不碍事。长鹏哥在家待不住，所以我只好出来陪陪他。伤那么重就不要出来了，雨飞，你得看好他。放心吧，我会的，以后我会一直陪在他身边的。我有新兵，我去看一下，你们聊。哎，长鹏哥，来。哎呀，雨飞，兄弟们，经过这段时间的训练，你们的技能有所提高，但是体能还有所欠缺。啊，接下来啊，我们要加强技能方面的锻炼。由王迅来领导你们。啊，立正，向右转。炮步走。铁龙兄弟，你看我这游击队啊，总算是拉起来了。这次啊，多亏了你们黑龙山的好汉们。你看你又跟我客气了。哎呀，举手之劳而已。哎，记得请我喝酒啊。那当然，咱们一起喝酒，一起打鬼子，以后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哎，拉出去训练了啊。还有，回头啊，我帮你寻个老婆，生一窝小土匪。好，生一窝小土匪，就这么说定了。哎，小李子，哎，你来的正好，来的正好。你看到我那些新兵蛋子了吗？这一个个的可都是好苗子。看见了，这些新兵啊，虽然说队伍是壮大了，但是呢，得抓紧训练。哎，雨飞，前段时间你经验增长了不少。这训练队伍的任务就交给你了。嗯，放心吧，长鹏哥，我已经制定了一个新的计划，马上就可以开始训练。好。哎，雨飞，我封你为游击队的总指挥，我这些新兵蛋子就交给你了。放心吧，喜春。我看啊，这不出两个月，我这些新兵啊就能成为精英了，说不定啊，比你们国民党的精英还精英呢。你可别高兴得太早，这帮都是农民，除了种地。别说拿枪打鬼子了，说不定连杀猪都不敢呢。哎，你怎么说话呢？杀猪怎么了？啊，你个大千金小姐，瞧不起我们乡下人是不是？我们不杀猪，你哪来的猪肉吃啊？喜春，我们面对的是灭绝人性的小日本，没有一年半载的操练，上战场岂不成炮灰？用不了那么久，我才用了两个月，就把游击队纵队司令部的那些本事都学会了。我相信在老娘的英明指挥下，我那些兵也能速成。对你那是拔苗助长，什么拔苗拔草的？能打小鬼子，那就是好汉。
小鬼子可没那么多时间给你磨。哎呀哎呀哎呀哎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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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铁龙兄弟，你说我这脑袋怎么这么疼啊？啊！李兄弟，哎，这女人和女人吵架得500只鸭子。啊，你福气好，我铁龙就是打光棍，也绝不三妻四妾。哎，哎，这臭土匪，谁三妻四妾呢？哎，得了，我还是看他们训练去了啊。哎。哎，不过喜春啊，话又说回来了，雨飞说的是对的，这些新兵再不抓紧训练的话，上战场肯定是吃亏的。那你说，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把我那些兵训练出个样子来？最基本的训练，少说也得半年。半年啊，半年那就给山门的狗日的腾足了时间，说不定他又想出更毒的阴招来对付咱们呢。就算我压缩训练方式，短时间他也消化不了啊。那算了，那你教不了，老娘我自己教。吴喜春，你教和我教能相提并论吗？那怎么不能相提并论啊？你，我这脑袋又疼了，哎呀，这样行不行？既然你们两个意见无法统一呢，我来出个主意，你们两个分开来教行不行？分开来教？对啊，白天你教，晚上你教，怎么样？啊，行，行，还行，就这么定了，怎么样？兄弟们，今天啊，我教你们点真格的，那是上战场才能学到的本事。什么本事啊？这小鬼子的枪炮，咱比不上。不过呢，还有两样东西，咱也比不过。你们知道不？狗日的小鬼子枪法比我们好。我听说他们还上刺刀。嗯，小鬼的枪法跟刺刀呢，也比咱们厉害。以往呀，咱们也没少吃他们的亏。姐，那你是要教我们枪法跟突刺吗？这枪法呢，我是教不了你们，这枪法得靠真枪实弹给喂出来的。不过这刺刀，咱们可以好好练练，只要练好了，上了战场，放倒三五个小鬼子不在话下。来，二棒，出力示范。是，都看好了啊。来，我可真打了啊。不行了，不行了！好，等你准备好，上战场哪有那么多的时间给你准备啊？啊，再来！啊，还来啊？这不是拿我当小日本打吗？现在多流汗，以后少流血，知道不？啊，这一遍我慢一点，大家都看仔细了啊！快，来！啊！这样！不要！啊呀！怎么样？好，真厉害！你真厉害！在战场上，射击是非常关键的，因为枪比较沉，所以手臂力量的训练是射击前的重要环节。因此，手臂力量的训练是非常重要的。你们只有练好了臂力，才能有足够的稳定性，枪法才能百发百中。姿势站稳了，对准射击目标。你，今天谁要是敢动一下，操场上跟我跑十圈。
站稳，对准射击目标。你，站好了。站好了。雪君博士，实验怎么样了？沈本君，实验十分顺利。不过，我需要一个新的儿童活体，我要看一看中国孩子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注入我的试剂，他的反应和起效会有多长时间？你要什么样的跟我说？中国最多的就是人了。这个中国儿童，我要亲自去挑选。我想，这个实验成功之后，就可以把这些试剂投入到中国的水源当中了。中国的男人们接触了这些试剂之后，身体器官会迅速衰竭，迅速的老化，而女人则会丧失生育能力，至于孩子，则永远都长不大。到那时，中国这个民族就彻底地从地图上消失了。哟西，好了，有了这些奇特的药剂，我们很快就能把中国打败，结束帝国的生长。小珍博士，我们很快就得回家看烟火了。大哥，我们这多长时间没摸枪了？训练什么时候能结束啊？是啊，姐跟那卢雨飞白天晚上的轮番来，我都快受不了了。这两个女人干什么事都比着来，再这么下去，别说打鬼子了，这走路腿都软了。哎，王炫，赶紧让你们营长把卢玉飞给娶回家去。不不，两个一块儿，两个娘们儿成天指手画脚的，弄得我这胳膊，都抬不起来了。营长的终身大事，我可做不了主。哎，你这一个个的干什么呢？干什么呢？哎呀，姐，求你了，歇几天吧。再这么下去，小鬼子没死，我们先陪阎王爷玩骰子去了。就是，你们这训练也太狠了吧？是啊，这比种田还累呢。哎，我说你们才训练几天呀？你们就叫苦连天的？我看你们一个个就是缺练。哼，我们黑龙山的人从来没练过，哪个不是神枪爽？打鬼子哪个是怂货呀？天天这么练，有什么意思？哎。本来就是嘛，喜春兄弟，你着急练兵的心情我能理解，但是弟兄们已经反应了，你就降低点训练强度吧。兄弟们，你们现在已经加入了游击队，等的就是上战场杀鬼子多一些。咱们这儿不分日夜的加紧训练，不就是为了在战场上多杀鬼子吗？等到了那一天，你们就知道咱们的训练是多么的重要了，可能连你们自己都不知道。到时候啊，你们都变成杀鬼子的好手了。哎，我在这纵队司令部啊学习了两个月，已经把他们的本领全部学会了。我现在啊就把我的本领全交给你们，等你们学好了，就跟我一样厉害了。姐，既然你都那么厉害了，那还要那卢雨飞干什么呀？他教的基本上都派不上用场。哎，你以为这是比武招亲呢？卢雨飞那教你们的是基本功，跟我这实战本事相结合，才能提高战斗力，才能更有效地打击小鬼子，懂不懂？说了你们也不懂，赶紧的，起来，起来训练，来。
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赶紧训练去，去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走。这是一个个的，赶紧的。看烟火了。A 计划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候，接下来一定要严加防范。哎，属下竟然不辱使命。武藤君 ，A 计划一旦成功，你就等着受训前线吧。哎，这将是作为军人至高无上的荣耀。只是我们还有一个障碍。大佐，你是指游击队吗？游击队太狡猾，他们的存在对 A 计划始终是个隐患。大佐，游击队变得很强大了。从上一次仗来看，他们的兵力几乎与我们不相上下。在元素妖妖出城之前，必须将他们彻底铲除。等军需物资一到，就马上投入战斗。哎，武藤君，你在城内要做好盘查工作，那个做啥不能掉以轻心。哎，我是给你吃糖果的人，哈哈，喜欢吃糖吗？喜欢。啊，想吃吗？嗯。我知道有个地方有很多这样的糖果，如果想吃的话，我可以带你去。好。但是你不可以告诉别人。嗯。你弟，明白？嗯，好啊，哈哈，真聪明，哈哈啊，哈哈，走吧。哎，喜春，干嘛去啊？啊，我去看看新兵练得怎么样了。哦，我跟你一块儿去。啊，你不用去，我自己去就行了。哎，喜春，你这两天怎么回事啊？怎么老躲着我呀？哎呀，什么话呀？我躲你干什么呀？我又没欠你钱。其实吧，我这两天有句话一直憋着想跟你说。有什么话你就说，我听着呢。其实我，营长，怎么了？王家山有枪声。啊！你说你们两个在干什么呀？啊！是是是，那个孩子都扛不住，找去啊！现在去找，跟着快去啊！快！哎，消息消息，别着急啊！我就离开一会儿。你，哥告诉你们俩啊，狗蛋要是今天找不着，我看我怎么收拾你们俩。行行，是是是。就会，爹！哎呦，爹！狗蛋！狗蛋，你去哪儿了？我去街上玩了。哎呦，你都把爹急死了都，以后不许乱跑了啊！嗯，好，回来就好，回去吧。回家，咋走了？你小心，你干嘛？别乱跑了啊！干嘛？
追！快！连长，小鬼子马上追上来了。又把满天星，搅得天色。